咗另一個現場啊，支持我哋無線電視劇集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點會播出嘅，叫咩名話？真係好叻啊！你哋真係有睇噶，好唔好睇啊？繼續支持我，眨眼已經播出10集了，那我們這齣劇集呢總有20集跟你緊得住了10集的，究竟是怎樣情呢，劇情是怎樣呢，定是一一呢為你們慢慢慢慢揭曉的。那麼這個劇集呢是由懸疑得來呢，有些搞笑，搞笑得來呢有些溫情，裡面呢真的有很多感情錯綜複雜，不知道誰是誰的女兒，又誰是誰的兒子，又不知道誰喜歡誰打誰，那突然間就告訴你聽的。那麼在這個劇集裡面呢有些歌曲很好聽的，你們有沒有聽過？常都播的。那麼有兩首插曲呢，今晚呢，今天啊，不是今晚，即刻呢，現在呢，我們有福啊聽到了。首先呢，我們給熱烈掌聲，我們的蕭正楠又帶出第一首的插曲，但愿人长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想唔想听歌啊？想。嗰首歌有啲长喎，你想我唱半首啊，定系想唱全首啊？全首。半首嘅朋友俾掌声。哦，我唱半首俾你听 ，OK？ 全首嘅朋友咧？好。特别呢首歌俾你好。哦，多謝。其實呢首歌咧有小插曲嘅，咁其實咧監製好多謝啊黃偉仁啦、Simon 啦，就揾咗我唱呢首歌。其實當時咧有其他嘅選擇嘅，即係我諗住揾阿曹耀唱嘅，佢話不如你俾我唱啦，好冇？咁但係我話咁樣啊，但係監製同我講我俾我唱，不如你同監製講下啦。咁監製就同佢講咗句：你演好啲戲先啦。咁結果佢真係演得好好喎，係咪啊？今次佢咪唱得好好啊？好啊，事不宜遲啦，送俾大家，但願人長久。漫长夜晚星若可得救。
有，萬人怎麼卻不會永久？但願留下時光分長星閃照，漆黑漫長夜。但願人沒變，月似星長久。每夜月星閃照。